曹丞相洪福齐天，大象有多重？多重？这个……哎呀，丞相大人，我带着礼单呢，礼单上面写着呢。礼单哪儿去了？丞相。我来称。徐庶，你砍他做什么？称啊，称。Thank you.
徐叔，你怎么称啊？我这么称。你呀，就会动刀。这么一来，大象不就死了吗？我只管要它的重量，谁管它是死是活呀？丞相，还是我来称吧。哎，大人，别，不能这么称啊！哎呦。你们给我上！小公子，你船来喽！快！哎呦！
相中8690斤，称好了，称好了，大相中8645斤啊！好大的相啊！只差45斤，小公子真行。不行，还缺我这45斤呢。再加上45斤，大相中8690斤，一斤不差。小公子才气横溢，聪明过人呐！Thank you.